我们颁发音乐类型的奖项，辛苦你们。请看大屏幕。尖叫2015爱奇艺之夜，互联网最受欢迎歌手。2013年9月正式出道，短短一年的时间内，他取得了让人惊讶的成绩。火爆的综艺节目、各类广告代言、场场爆满的音乐会，无一不显示着他的超高人气。因独特的演唱风格和个性，他被歌迷称为火星弟弟。尖叫2015爱奇艺之夜，互联网最受欢迎歌手华晨宇。让我们恭喜火星弟弟华晨宇，恭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花花华晨宇。对，谢谢爱奇艺给我颁了这个奖，然后还要谢谢我的公司天娱传媒，然后最后我想对歌迷说的是，我知道你们可能都不在意我拿了多少个奖。也不在意我在这个圈子里面有多么的火，所以我今天想对你们说，我今天身体很好，心情很好，所以请你们照顾好自己，谢谢。我真是火星弟弟，我们再一次恭喜华晨宇，也谢谢我们的数码先生以及我们听书陪伴我们颁发这一组的奖项，再一次谢谢三位，谢谢，辛苦你们了。接着下来，各位粉丝们，这么贴心的偶像，他要为你们带来的是我们。等一下，这样突然间这样的奖，大家可能不太意识到。哦。因为前一段时间我们在台湾地区的金马奖呢，获奖者陈建斌先生他就是用这样子的声音了。来，请用这样子的声音跟我们报一下接下来的音乐表演。大家好，我是陈建斌。接下来华晨宇带来我们都是孤独的。让我们欢迎华晨宇。他忘记了我家的路，街上只剩他一个人游荡。他拥抱过生命中想以后有所失的人悲伤，一再想再想，一整夜不做声，他的痛有谁能懂？他的梦无人过问，他多么想。世界里面天真，他明白了上帝为他挂上窗帘开上门来了，雨在下在下，一整夜他不做声，他的痛谁能
踪，假装我无人过问，假装我傻，多么想问，假装我傻，多么想问。我们都是孤独的。